这里是墨尔本最大的河流亚拉河的上游。早上呢，我沿着河谷呢溯河而上，就发现了这一座白颜色的桥。这是一座木质的索桥，我觉得这里应该可以画一张比较好的一张画。我准备呢就来画这个地方。今天早上的户外温度只有6度，虽然有点冷，但是呢我还是在比较漂亮的光线下呢完成了我这一张画，我很幸运。好的，拜拜。